来来来 ，Alice Winter， 今天继续带你在槟城吃好料。来到槟城也可以用步行的方法到你想要去的地方。那我们会用 Google Map 来铺个我们想要到的地方，一路走走停停的到处看到处吃。槟城 Georgetown 这里有很多漂亮的壁画，大家可以来这里拍拍照打打卡。我们的目的是来 Penang Road 这里吃拉沙还有炒粿条。这家档口是 Penang Road Famous Deju Jandu， 是属于打卡的地方。这条街有好几家出名的餐厅，大家可以来这里逛逛。继续往前走就是我们要去的 Penang Road Famous Laksa，它是其中一间荣获2023年槟城米其林餐馆之一。它成立于1970年，如今有53年的历史，也传承到第三代了。这里除了出名的拉萨之外，还有旁边的老姨炒粿条，也一定要尝试哦。来这里一定要点鸭蛋炒粿条。这里用餐的环境蛮舒适干净，老板属于健谈友善的。可以很美。这个炒比较好吃，高啊，可以。你可以啊。槟城的拉沙粉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东马的是米粉，米粒。这个吃的比较润，呀呀，啊，这种弹性啊，那个粘的比较硬，这些也是好吃的，干烧的。我们这个是两天。饭店里面的是鸡料的。哦，这个是用什么做的？猪粉，猪粉，我觉得猪粉跟那个猪粉和川菜的一样的不能了。这家店的阿萨姆拉萨还有鸭蛋炒粿条都好好吃，难怪可以入选槟城米其林餐厅。先给我老板，好吃。这个老板好吃，这东西好吃。哦，老板好吃，东西好吃。好，你们看，老板卖这东西特别好吃。是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Okay. Thank you. Okay. 接下来，我们乘搭 Grab 来到了东福茶室。这里除了有很多的美食档口，最重要的一点是有一个卖榴莲的档口。我是在 Facebook 面子书上看到这家档口的，所以决定来尝一尝这里的榴莲。对呀，小红，小红，哎，你可以对呀，哎，你可以过来，一零一，葫芦，来呀，然后你这边吗？葫芦在这边，你可以，然后。这个叫什么？这14号，十四号 ，OK， 十四号，这个毛衫。你是不是黄色？也是黄色，黄色 ，OK， 黄红黄红这样的。好，对，是苦甜苦甜呢。啊，苦啊，十四斤呀，甜呀，十四斤呀。有点不靠。哦，厉害啊，这个啊，哦，会用刀啊，哦，容易哦。我卡都给我要打他一下，因为要打他，打我，打我，我给你管的，我给你整个局的，打你，你来，啊，如果赔的再不了，你要给我打，打。我发财啦，发财啦，我给你讲了。我他妈想不起来了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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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那黄肉啊，嗯，肉是变多了嘛，老是。啊，你要被高点加过去，来买那里，啊，就放香啊。嗯。我，我来，我帮你点。啊，这里无菜，我有大鸡，当然。手掌这样大。它肉有一点硬。不是卵啊，它不是鬼米。好吃好吃。我嘴有点大。老白吧。嗯。哎，旁边有那东西啊。嗯。Hello， 还没有咬到，真的。来，毛三，你不是阿的老公吗？错了。他俩这个是没有的骨，这才是我心目中的。你不要喜欢吃这个，他这个很甜。啥甜？嗯闺蜜啊，要爆炸了，收钱。干嘛？中式就是扁扁的，啊，中式。啊，偏中带苦。哎，他种子爆爆的，不是毛山。拜土拜土。哇，这三碗就很多肉了，嗯，尽力了。这家榴莲档的老板和老板娘都很健谈友善，他会介绍你不同品种的榴莲，那你可以告诉他你喜欢什么口味的榴莲，那他就会给你挑选。那来之前可以先打个电话问一问，因为有时候很早他们的榴莲就卖完哦。临走前，档主还送了我几颗的山竹，吃了榴莲吃一点山竹可以消消火解解乐。很卖的，我们的老板说小颗的比较好吃，种子没有这么大。一二三四六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六个就六个肉嘛，哈。嗯。哦，我下一个。哦，不是。真的是、啊。那，一二三四六，看到哈？天哪！嗯，就是有，那种子就很大。像小的哈，小的，所以一二三四五，你看
你买山竹啊，你要按下去，它是可以看到的，像小个啊，有房嘛。哦，真的是小粒的更好，老板没有骗你。小粒的好。嗯。那个种子。嗯。小粒的吃。嗯。这种颜色的山竹就漂亮，那种肥肥的你就不要。在我们居住的酒店附近有一家咖啡厅，每次路过都会被它的招牌吸引，我们决定来尝一尝。这里的 Danish Pastry 蛮多选择的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蛋糕卷和马可龙。马可龙这个也是可以一个这个 German pudding tart， 麻辣吐司的好吃。这个哪一个口味好吃？拿着这个有辣的东西。咖啡是偏酸的。这个是脆的，很 crispy 哦。哇，爆浆爆浆！这个是原味的千层 Danish Toast 蛋麦面包。层次做得很好，很酥脆，好吃。这个是 Tuna Oyaki 日本面包，上面撒了肉松。厚厚的、软软的、满满的吐纳馅料，这个 oyaki 很蓬松。好吃，吐纳给到很多很香的黑胡椒，如果加多点美乃滋会更好。接下来是德式布丁塔，塔皮很脆，布丁有很浓郁的奶香和蛋香，很滑顺。很滑，很好吃。这里楼上也有不少的座位，大家可以在一楼点了餐，再来二楼这里享用你的餐点。总结来说，这里的 pastry 蛮不错吃的，大家可以来尝尝。吃完下午茶之后，我们继续在附近走走看看，结果来到了 Jalan Burma 的 65C Ondo Bakery。 打开那扇门，迎接我们的简直就是惊喜。这里的用餐环境也太优美舒适了，简直就是拍照打卡的好地方。这里的面包蛋糕种类也蛮多的，看着就很好吃的样子。因为刚刚喝了下午茶，肚子蛮饱的，简直是装不下了，我们只可以用眼睛来欣赏这些糕点。这里的蛋糕造型也蛮漂亮的，大家可以来尝尝。傍晚来到很多网友推荐的 Hamidiya Restaurant 用餐。 Hamidiya 是印度回教的餐馆，这里除了必点的 Nasi Kandar 之外，还有它的 Roti Canai， 也是蛮不错的选择。点餐之前记得先看看墙壁上的价钱，不然待会付账的话会被惊吓到。
这里的价钱会有点小贵，但是总体来说食物还是可以的。OK, Biryani Basmati rice. Okay, Biryani Basmati, one, anybody? One, yeah? Okay. Biryani one, we made a shrimp, squid. 你要什么？ Lamb. Give me one curry. Very nice. Beef rendang? Oh, yeah. 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. Sorry. 把点餐卡交给收银员，他就会结算。那我们今天点的餐总共是马币94.5，有点小贵。点完餐付完钱之后，我们要把我们的餐点带到去另一家的店面，在那里我们就可以用餐。这家店面会和之前点餐的地方相隔三间店，用餐的地方还蛮宽大的。那在这里你可以点你所需要的饮料。这就知道啊，不点吗？你有所谓啊，有点浪费。这个不然你啊，不灵，那是不灵，好吃。总体来说，紫蝶饭的牛肉、羊肉还有虾都好好吃。啊！虾又大又 Q 弹，太好吃了。这里除了 Nasi Ganta 之外，它的 Roti Canai 还有 Madaba 也是蛮出名的，大家也可以尝尝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此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